师兄，你几岁练的武术啊？我八岁修。那你为什么要练武术啊？因为儿时的梦。你是在哪里练的武术啊？少林。天下功夫出少林，少林拳刚健有力，短小精悍，拳音自鸣，自以拳显，风格独特，拳打一条线，讲究内三合，心与意，意与气，气与力，外三合，坚硬化，肘于心，手于足，出拳时直而不直，屈而不屈。师父说，拳打千变，其义自现。